接下来我们要用无限减 CD 队来挑战一下这个锁定珠的关卡，我们就从炸到尾就好了。好，可以可以。可是这个相对来讲就，哎，我们十万血，所以没关系，洗技能就好了。这是爽打、欸，好减 CD， 然后每回合炸板，哎、欸，你乱敲到，不能敲水珠，好，不能敲水珠啊，各位，那就这样，好。炸个板，捡 CD， 这队太扯啦！直接捡好捡满，好，进来，这个不能手消光，正常转出就行了。好，第三关，一样是进场就直接送他一波。这队只要开关、开关、开关就好了。有没有开关队？好，不能手消火珠。对啊，这队直接炸板就好了。没有普通一点的队伍吗？其实这次关卡就是。大家也看得出来，就娱乐对吧？正常的队伍其实都可以过，但就是拼手准而已。那不如我们就娱乐一下大家。好，每次看到这个就很像看到百姓哎，有一种亲切感这一队。好，第二支是穆莱昂内尔。买牛顿有什么用啊？你可以卖成灵魂啊，或者是你要练副卷都可以，蛮多用途的、啊。开，好，就这样。不能消木珠，但是你可以叠珠。第三章是什么？第二章到第五章都是穆莱昂内尔，他们是一样的东西。好，买牛顿怕你太欧洲抽不到小奖，这也是一个烦恼。这个算那个有钱人的烦恼吗？不，太欧洲的烦恼。不过这种烦恼我通常都不会有，因为我都是小奖超好抽满的那种人。过啦，就这么简单，好不好？从头炸到尾，但其实你抽满整队的达尔文也可以做到这种事情。但我本身不油，我只有抽一张达尔文，好不好？我是平民玩家。好，OK， 我们这个无限减 CD 队就在这边为大家示范。哇，全部完成了，厉害吧？